动，二十。我们打快点，要没电了。快转，快转，快转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。就刚才两分三十秒，就把它压缩成两分钟，这样看起来我们比较快，它也刚好。快快快转！不要抢，不要抢！那太慢了。把它压缩，百分之二十。看来场地无限大。对啊，场地无限大，可以绕来绕去。成龙开始在保持距离当中。金宝要开肉弹战车了。一直都是战车。你个蛋身上不妙，这样金宝把内裤套在头上。这哪有不妙？他会很高兴吧？你知道那个丁氏吗？一分钟。我知道是火影忍者的那个胖子。他感觉像戴内裤在头上。所有的木叶忍者都的那个头。丁氏头戴胖刺。胖刺。而且有一种那种有棕的味道，身上还有油腻腻的触感。就你刚刚那条，如果真的有放力，身上油腻腻，但那女性身上擦好在有稍微切掉，所以没有防晒功能。三十秒，有调味功能。陈红在耍什么智障？陈红架势啊，手举起来啊！成功要耍帅，天！现在后头几天真好吃。十秒。等等等等等，阿红你在干嘛？停。